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58集的节目。我们呢再次回到了这个介绍盒子的系列，它是泰坦回归系列的一个 G1 包装的复刻版。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这一款人狼。其实呢，这一款我一直很挣扎是不是要把它给拿出来做一个分享，但是呢，由于我的应援团里头呢有一位同好朋友呢希望我能够做，那所以我呢就把它给拆出来了。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这是当年泰坦回归系列推出的美版，在台湾的这个反斗城购买满额的话呢，会有附送一些补充这个细节的贴纸。那所以的话呢，各位你可能看到我这个玩具身上的细节会不太一样。还有呢，它当时这款玩具呢有个通病，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一块啊，这块板子翻折这个地方呢很容易断裂。那我当初拍节目的时候呢是没有断裂的，而且我完全不知道呢它有断裂的可能。那是后来呢有朋友说呢，胡夫奇少，你能不能看一下你的那一款人狼有没有断掉的通病？我就把它拿出来一遍，还真的就在我那一次变形的时候它才断掉啊。本来好好的呢，但是呢被这么一提醒之后呢，就提醒到断掉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伤心的故事。那由于它已经这个进行，它几乎已经整个都断光了啊，所以这一款的话我也就不变形了。那我们的话呢，就简单的先对比一下它的一个头雕好了。其实以头雕的话呢，当年的美日版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复刻版比较接近于日版，它是可能比较接近于古早 G1 的一个 style。然后这一款的话呢，它的头型呢是有修饰过的，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方。那其实当年的话，这一款美版的评价非常的高。那直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各位可以看一下两者的配色，也是当年的泰坦回归的配色比较鲜艳。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款，加上细节贴纸的贴上去之后，还有这个爪子啊，这个是没有分色的，但当年的这个美版是有一些分色，所以各方面的细节、关节的松紧度等等来看的话呢，我都觉得当年的这个美版要好过这一次的复刻版哦。目前我是这么样子一个感觉的。那我也可以跟各位讲在前面，就是呢这一款我刚从盒子里头拿出来，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变形，因为呢我很怕呢就是这个地方我很怕它会断掉，那所以就记录一下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形象。那它的配件有两个，一个是变成尾巴，一个是装在背上。那装在背上的话呢，里头呢可以看到有一些细节，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这个头领战士的话呢也是可以让它搭载在里头的，看你的个人的喜欢。那你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武器呢给轻松的给拿掉，然后扣在这里头啊。那这个板子掀开的话呢，就感觉就是比较恐怖，但是变形的时候是一定要掀开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基本的这一款狼的一个大小好了。首先这是非常巨大的一头野兽，比Deluxe 等级的玩具，现在的 Deluxe 等级来说呢会打赏非常的多。当年的这一款人狼真的在反斗城是蛮抢手的，除了造型好看、变形有趣之外，就是它的一个各方面的表现都是 OK 的，头也可以转动。那么呢牙齿的话呢是一个全部都有上银漆的一个涂装，然后呢脚的话、手的话呢前后可以动。那虽然是刚从盒子里头拿出来，可是呢它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球形关节是很明显的不如当年的泰坦回归的那个美版，这个松紧度很明显是比不上旧版的啊，也不是旧版，就是当年的美版，我觉得是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差异的。这个地方啊转动起来是比较偏松的，手这个地方脚掌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那后肢的话呢可动会更好一点点啊。那真的就各种的比较偏松的手感了啊。那讲了这么多呢，如果说你当年的这个美版没有买到的话，这一款也不算太差了啊。它这个关节松动的地方大部分是球形关节，并不难处理。那我们就给各位示范一下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吧。这个脚掌翻进去啊，然后你看到这是有一个洞的啊，它是把这一块甲胄的话往下翻下来，然后内部是有一块凸啊，这个凸跟凹的话呢就把它做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结合，这样扣上去，这个腿的话呢就算 OK 了，这个脚也是一样翻过去啊，对，脚的话呢这样子啊，先把这一块翻下来，这里给扣上去之后，这个脚是要翻折翻过去，把这一个兽爪呢翻到后面，然后前方的话呢这个黄其实有点，这个像屎大便黄嘛，这个黄其实有点丑，我个人是觉得了啊。
然后手的话我们可以先行把它给放下来，无所谓。然后的话手臂的话呢就做一个简单的翻折。那它这个手臂的收纳算是很有诚意的了啊，就是该有的盖板啊什么都是有的，然后手从内部呢去把它给翻出来，然后呢做一个简单的卡扣的合并。这个地方卡进去比较简单啊，反而是美版的话，因为我今天现在是第一次变形嘛，这个地方呢翻出来的话，因为它是有一个凸的一个卡扣啊，它跟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咬合的。那当年的美版的话呢是比较偏紧一点，是过紧了一些，那这一次的话呢因为它偏松的关系，反而变成了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感觉啊。不过这一侧还是一样啊，这一侧美版也是这里也是比较难扣进去啊。 OK， 那都扣进去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啊，就最我觉得最危险的这个地方这个翻折啊，然后大家就变形的时候还是小心一点。我也不太记得为什么当年变的时候它会坏了啊，真的也是不太记得，我觉得好恐怖啊，就很怕把它给变坏了啊。这个地方把它给翻折上去啊，这里就是这一带翻折一定要特别小心啊。哎，目前感觉还可以。把它翻折起来的目的呢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地方腰部给缩短。它腰部缩短是这样子，把这个地方翻出来啊，本来是卡这，翻出来之后，然后透过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把它往上面抬上去。然后扣到里面这一层，把它给扣进去啊。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再次的呢，真的是屏气凝神的把它给变完啊。这个玩官方的玩具居然也有像拆炸弹的时候啊，这个感觉还真的是不怎么样啊。然后呢这块部件就往后面翻啊，因为我真的当时坏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清楚啊。然后这个耳朵呢是可以插进去这个缝里头的啊，就这样的把它给扣进去了啊。 OK 吧，那么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变形过程就到这儿。然后呢最简单的就是把这个头啊做一个简单的翻转，好了，那么呢就完成了它的头部的变形，再把它给扣上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要小心一点。那么武器的话呢，它是一手刀，还有另外一手则是一个武器，就轻松一卡的话就可以握持住了。那这个武器啊比较奇怪的是呢，它的这个武器这个地方是中间是有一个凸的，你看到没有，中间是有一块凸，对吧，两侧有凸，它这个在手臂在握的时候是会稍微去影响到的，它的转动的方向会有一点被卡住的感觉，这一点是比较无奈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最终变形完成之后的形象。那我们的话呢可以稍微的简单的来对比一下它跟先前的美版之间。那还是一句话哦，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这个美版比较鲜艳一点的样子。那当然每个人偏好不同，细节的话呢由于它先前有贴纸的点缀啊，在大腿的部分它本来的这个分色也是比较 OK， 银色的部分整个来说就是美版是真的是比较亮啊。那以关节的紧实度来说的话呢，这一款虽然是比不上这个这么紧实，但是也不至于说到非常松垮，特别是变到现在为止这个大腿这个髋部来讲的话，比起先前给大家分享的那几款再版，这个还算是可以的了啊。然后武器的涂装上面是没有的，那我这一款的话上面这个当年的美版还有一个红色的一个简单的小点缀。行，那整体来说的话呢就是就还是关节稍微松一点点而已，其他就是配色上你看你喜欢哪一个，那就也算是满足一位观众朋友们的一个点名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期的收看，我知道各位可能最近会问一些像是这个就是有一些比较热门的产品什么的，那其实我其实有拿到，但是等我比较有空档的时候呢就我会尽量抽空早点给大家做。那今天因为是刚下班，那有一点点体力，就聊一点简单的小玩具。那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